1894年提出竹堑八景，走过一甲子岁月，1954年新竹县八景诞生，再走过一甲子时光，2022年推出竹堑新十三景，承先启后，再创绝代风华。客家庄飘起梦幻四月雪，每年四五月是油桐花季，而琼林乡鹿寮坑桐花步道更是竹县知名赏桐景点之一。桐花季时可赏宛如皑皑白雪般美景，平时则绿意盎然，适合透过健行探访山林。据闻石爷石娘原是鹿寮坑溪西岸两块相依巨石，坊间流传许多关于巨石的灵奇故事。2001年那莉台风袭台，石爷石娘遭洪水无情冲至下游，自此分散两地，最终在村民合力下将石爷石娘迁移至鹿寮坑活动中心前供奉，并为他们举行婚礼。鹿寮坑村民将每年3月28日定为客家情人节，这里更成了情人许愿祈福的爱情景点。